下午一点出门，结果出门的时候看窗外就下雨了，害我整个下午都在家。所以今天早上能拍就去拍，今天下午的下雨几率是40，昨天是20，昨天才下雨，而且今天宜兰外海有一片云，应该会飘过来。早上先出门，先拍先影。先到那个橡皮岩这个停车场，今天的海不错。那整个倒影都有出来，这是什么？都在休息啊，都在休息啊。刚来架好脚架就飞回来了，有点远。让我们热情的双手欢迎李老师。车长就这样。那目前来讲，为什么这边会接到这？因为这边目前都五年前了。发现就有一只猛禽，就一对猛禽的夫妻哈，这算是一组，可能算猛禽类。猛禽的话，就是说他们是以猎食鸟类为主食的肉食类的。好，以鸟类来说，还肉食，猎食以鸟类为主。像我们目前这一对夫妻，在这边快5年左右，因为他们眼前是候鸟，候鸟哈，那后来因为可能这台湾这一带东北角这一带适合他们，可能定居在这边，所以变成说他们就是停留在这边很久了。目前来讲，我们北台湾这边有18处他们有种的栖息地，那这边其中一处哈，这边比较这几年比较热门，啊，他们就栖息在位置在那个地方哈。现在往走这边，大概就是在11点多钟就好，在山顶上不是下面有个门口的地方哈，耳朵上的地方哈，就往左边靠，有一堆草，一只草跑出来。他们像他们白白的，上树白白的地方，右边有一个岩石出来的，像草丛。这位置很好。他们这种店铺区这边停留5年，他这边我们已经刚观察5年。他们的生存情况是我们的受有种的家。他们之前拍一些我们的活动照片，大家都有放在看一下。那他们的习性就是，他们居家这5年嘛，等于说每年就是他们的繁殖期就3到6月份，3月份他们这次就是这时候啊，就是这个时候。所以是为什么很多拍摄的伙伴这边看，就是因为他们很对这种拍摄，他活动情形啊，他们喂食啊，他们的互动还有一些猎食的状况，他们就在不断拍摄好几个月了。问一下，那他们生完 baby 飞走以后，他们还会留在这里吗？对对对，已经停留，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嘛。OK， 那小孩都飞走了，小孩飞走，他们就是像今年来讲，繁殖3只，大宝、二宝、三宝，啊，等于说3月底、3月31要孵出来之后，一直到现在来讲，3只都会飞出来了。他我们预计他在这个礼拜或下礼拜2个礼拜之间，最多5月底都飞走。小孩子都飞走了。他们等到他们父母训练到他们会猎食的时候，对独立的时候，他们就要飞走，还要飞去哪？就把他赶走，他们自己飞到别的地方去找他们的栖息地。是在我们台湾吗？对对对，在目前北台湾，目前来讲，我们龙洞一对，在他们，因为他们我们有些地方我们变过，怕说更加干扰，因为这个比较大众化的地方嘛，所以这个地方现在比较热门，而且比较方便到的地方，所以你看很多人拍摄者，所以我们目前来讲就是说。我们这也算列为东北角有种第8号巢穴。那我们这边守护目的就是说，怕人家干扰，因为之前有那个飞行伞啊，就是那个动力伞啊，会飞到这边来，或是空拍机啊。那我们是受这个我们新北市动保处的委托，就是我们在这边驻守的时候，一方面为大家介绍有种的一些习性，他们的活动状况以外，就等于说主要防守护说不要让他们干扰到他们的。活动状况是看到他们生活啦，吓到他们啦。之前还有人跑到山顶上去，想要看他的巢穴，
后面从橡皮人爬上去，不过就是我们希望说不要，我们看到爬上去，我们就要上去劝导他们不要爬，不要干扰他们。请问一下，这是今年拍的、啊？对对对对，那今年他军人出来三只啊，三把，这只五月二号拍到三只，大把、二把、三把，啊、一只剩三只啊？哎、对啊，去年两只啊。去年两只啊，那个今年生三只啊，所以大宝、二宝、三宝。哎，我们这边大宝、二宝、三宝。那上礼拜的时候，二宝曾经了，因为到二宝掉下来。哎，对，掉下来。太晚，幸运有碰啊！对对对，他就是在草堆上面哈、啊，因为那时候还不太会，啊，他会半飞半，所以掉下来没有摔死，就是说半飞半飞，就是飞到下面，在岩石里面待了三天。那、啊、三天之后，他本来停在那个接近岸边那个地方，啊，礁石上哈。我们就是看到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，因为不能喂食它，因为它不能有人喂食它的，所以我们尽量用观察的，让它去想办法。就那两天刚好下雨，下雨的时候它又慢慢爬上来，爬到这个中间那个草堆上面了、啊。爬到最上面就想上去，又上不去。那结果呢，一两天之后，慢慢它练习，突然第三天飞上去了，总算可以飞起来。有体力的时候飞。中午都有那。啊，大宝呢？大宝首先会飞，大宝他在那二宝掉下来之前，他就大宝都飞出来了，啊，飞出来飞不进，飞不回家，因为那时候还不是很熟，他就是在附近跳来跳去，扑来扑去。到这几天之后，慢慢就这礼拜之后就全部都会飞了，就飞过来，飞过去，飞过来，原则上不会飞太远，就是在这边活动，跳飞飞就休息一下，大概这样。啊，这有准这样。好，我们用掌声谢谢李老师。好，我们来这边拍一张团体照，来这边，后面很漂亮哦。谢谢。哦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它在石头上，它在石头上面。还有，对，这边，看这边。这边啊，这边这白白的这个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它在动哎、欸，它在动。有。哎、欸，有，这是。有看到，有。哎、欸，它、欸、飞走了，飞走了。飞走了。啊，出来，飞走了。对，运气好好。三宝，二宝，三宝，好漂亮，飞走了。他有出来跟我们嗨，谢谢。不会。